欢迎回到新闻现场。合法虚拟货币与诈骗集团勾结，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呢，前年侦破虚拟货币的诈骗集团之后，溯源的追查发现啊，这合法的 S 王牌交易所与诈骗集团勾结，贩卖垃圾币，不法所得非法金流高达有新台币330亿。警方强势攻坚，一举侦破合法虚拟货币 S 王牌交易所与诈骗集团勾结贩卖垃圾币，不法所得非法金流高达新台币330亿，被害人报案累积金额共3亿4000多万元。本局啊，之前在受理啊多起啊假投资诈骗案件的时候啊，那经过本大队啊来分析这些案件啊，发现啊有虚拟货币等实体门市啊，来涉嫌诈骗洗钱。那为了、防止啊，我们国人啊持续啊遭这些虚拟货币啊假投资诈骗啊，那我们要持续啊刨根溯源啊，那我们会诊的相关卷证以后啊，来报请啊台湾地检署啊指挥侦办。这个 app 就是等于说他是把这个钱包放在里面，好、哦。然后这个 app 后来集团，他从远端把它关掉，所以现在不能用。钱就这样被扣留在电子钱包里。刑大前年侦破虚拟货币诈欺集团后，溯源追查发现有多家实体门市涉诈，其中共通点为使用 A 加卡点数卡及阿福钱包。我今天卖你100块的币，那我就给你一张卡片，那卡片后面有一个那个银漆可以刮开，它就是一张刮刮卡储值卡方式，然后现场只能储值到阿福钱包内，就是你会在阿福钱包看到说我又买了这100块。该点数卡及阿福钱包与 S 有着密切关联，以合法掩护非法的方式，全案共拘捕嫌犯26人，其中6人羁押禁见，查扣不法所得新台币700多万元的虚拟货币、房产2处，已清查被害人共162人，被骗金额为3亿4000多万元，其中最大笔的为一对夫妻，从前年11月到去年2月，短短3个月就被骗走了1亿5000多万元。诈骗集团这边哈，那透过那个假投资群组、那机房外务跟假投资平台这些方式哈，然后他透过这个在机房外务来赠送那个礼品给被害人，那用这种方式来取信跟诈骗被害民众。那专案小组发现这些案件共同点就是，那个诈骗集团会引导这些被害人到被推荐的实体门市，好来购买虚拟货币，然后门市是使用 A 加卡的储值卡，然后并存入阿福钱包来完成这个销售的行为。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别让贪念冲昏头，不但投资没获利，还赔上毕生积蓄。